雷霆杯中外对抗赛八进四 ，AG 超王会对战孤影队。第二局孤影队针对九成，连班四个中路英雄也是有所预谋，为了就是拿盾山。而九成此时的想法就是来一局百里守约，但是对面选了盾山，百里直接削一半，最后给九成拿了安琪拉打盾山。很明显，九成还是想玩守约。应该让你搬盾山的，我要读守约的，对吧？没事。哎，我服了。盾山是帮你过神盖削啊！我他妈守约出不了啊！没中路了呀。对，你不那你不出守约就行了呀。没有中路了呀。有啊、已经没中路了。别太看重我，我不行的。那你就二点我来领悟，我正好状态。猛火了啊！你来你。你不是搞笑吗？哎，我真服了。安琪拉，啊，这他就是安琪拉。你这把这把一个空没有？干将能破盾吗？干将能来一个野吗？你干将干将破盾还没守约破盾快呢，守约一枪半血。一次，你就拿守约吧。上单礼物，别的房间都拿守约，我操！哎呀你妈！冰冷红铁，我操！他家没有。选什么？选什么？我真服了。东南顶部，冰冷红铁，我操！无敌的。就这样，九成拿到安琪拉。不只是九成想玩守约，观众也是很想看守约。进入游戏 ，AG 这边换线，九成中路释放一技能帮抢线，然后去上路清线。猫神和极光想骚扰对面野区，但是竟是红开，于是来上路抓人。我没二了，我没二，小心点，没技能了。四分钟才爆发一血，九成草里蹲到近，二技能控到近，近只能开启大招，多打点输出。然后九成下路清线，吕布和露娜反蓝，九成清完线支援，这一波吕布一个换两个，上路极光还击杀了狄仁杰 ，AG 血赚，可以可以可以，晕到了晕住了晕住了，后面由于九成直播间卡成 PPT， 转换至极光视角，六分半。下路越塔直切狄仁杰，狄仁杰被吕布挥刀拿下，拉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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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随后极光想要操作镜伤害差一下回伞被林婷带走，我回家了，我操没发掉，哎没没闪完了没闪了，八分多钟中路团战，极光九成和打野安七各拿一个人头，只有一个渲染在挨揍，人打人打人打，钻进去了，死了死了，对，近十分钟，对面野区团战，猫神收下狄仁杰，极光收下镜，九成收下盾山，零换三。哎呀，这个状态，又逼到我了，又逼到我了，给打一波，给打一波。最后一波九成秒掉狄仁杰，安七收下蒙恬，然后渲染吕布收下盾山，安七露娜收下镜，九成安琪拉收下一星，团灭孤影队拿下第二局。这么凶的啊，这么凶的、哦、没这么快的技，空中死的减速了，我的我可没了，还差一把怕不好喝呢，打得我头顶。他妈奇怪，你在搞什么？我速度最高。你他妈这把吕布速度不最高了？你看这把这边啥阵容？你别跟我说话。